我就試下需要一個學分，一個我有四啊。唔記得講咧，我記得2016年八月後冇嘅，我農曆生日，我就話客拉咧，有一個場面好搞笑。當架車就喺呢個市中心嗰個地圖嗰度，揸住架流動指揮車啊，跟住就好似俾啲火箭炮咧射咗翻一滴血，真係一滴血，即刻落車見到嗰個人仲喺度揸，仲喺度搶翻第一位，第一位即係嗰個司機嘅位啊，播首歌機就死咗。過咗都喺 YouTube 見到一個鐵路迷，但係我估佢，我甚至我判斷到佢應該係有啲自閉，佢講嘢係有一個問題。佢個感情、個表情同埋佢把聲咧，其實真係可以表達得到。佢拍過好多段片，但係我記得我自己咧，走過去邊屌鳩佢，佢即刻跌咗條片，撞下條新嘅片，我屌咗佢又跌又跌又跌又成。佢過佢講啲咩？你哋話我唔明，其實先至你哋明啊！仲要佢發音咧係唔正嘅，但係佢又音嘅，佢有一時又大聲，一時又細聲，基本上都驚唔到佢唱講緊乜嘢。但係佢嘅身份應該做咗在下歌應該係，但係佢但我真係驚唔到佢講緊啲咩。就講咗個歌詞啊，今日收到一個好奇怪的電話，咁唔係我係我阿媽。下晝1:08嗰陣時，咁我媽收到個電話，個電話 number 係366之乜嘢乜嘢。開頭咪講過話呢個 number 咧，香港冇一個係不過冇一個三字啊，最多都係56嗰啲九字頭啦。但係366咧應該係警署嘅電話嚟，打電話嚟就話喂，我係警察。請問你係咪乜乜乜小姐？佢仲要講，佢仲要知道我阿媽個名喎。佢知道曬佢啲資料，跟住佢話：你好啊！你跌咗個銀包喺街度，有人發現你跌咗銀包喺街度啊！咁個銀包係咪你㗎？我阿媽就話：唔係喎，個銀包喺嗰度。跟住話，個警察話：冇嘢咁算。件事就係點講咧？我阿媽俾錢我。佢話唔包，包下俾錢我買飯，跟住後屘打電話嚟話個銀包唔見咗，但係個銀包實際上喺我媽嗰度。但係其實一開始好大問題，不嬲咧，失為嘅生物咧，應該都係寫信俾你，寫即係簡直咁寫個地址俾你，然之後郵差派信喺嗰個信箱度啊，就話喂你唔見咗嘢，我幫你揾翻啊！你可以嚟警署揾我，跟住先一定寫上，絕對冇人打話俾你。一般警察作風係咁樣，唔會特登打話俾你話你唔見到嘢，一定要寫上俾你。呢個已經好大問題啦。第一段，第二段話執到個銀包，但係執到個銀包同時間咧，其實我阿媽攞咗銀包啲錢俾我買飯，個銀包喺佢手度，但係佢話跌咗銀包。咁我諗緊，如果個卡通化咧？那個人是不是時光機做收入太多，用得太多時光機？是不是假設咧？真係有時光機，是不是第二個世界的阿媽做我阿媽嚟咗呢個世界？咁啱得咁巧跌咗個銀包，跟住唔知情嘅情況底下，又翻翻去自己嘅世界。但係呢個假設咧，又係有啲問題嘅，就係。假設我天馬空想法係啱嘅，到底
點解佢要過嚟呢個世界？點解佢要過嚟呢個世界？過嚟呢個世界目的係做咩嚟咧？所以都係咩都唔清楚。所以基本上呢、這個又有呢、這個又有難問題 skip 咗嘅啫，只不過。仲有就係最尾咧，更加奇怪就係咁冇嘢得收線，收線睇翻個電話 number， 其實係冇來電顯示。原先打電話俾我阿媽嘅 number 係366幾，不過收線之後就係冇來電顯示。哇！好奇怪咧，通常係電話 number， 但係點解冇來電顯示？但係就推斷。應該是我媽的電話被人 hack 了，可以說平時可能上太多的內地網站呢，可能變相就是你上太多，變相你的資料可能會洩漏出去，很容易被人 hack 的電話。但是照計掉銀包會不會是我阿婆啲咧？我阿婆好似應該唔會冇出過街，見到個銀包仲係我個，最係我阿媽，我心諗咪太多銀包太多啦，應該會應該都係嘅，佢應該唔係嘅，睇當然睇太多啦。呢個離奇事件真係有啲好多謎團。第一個就係有問題，因為。警察一包都寫信啊，佢打我俾你。第二就係到底銀包點解會喺街度咧？明明喺我阿媽度。同埋如果成立，咁多事炸到，但如果成立，點解第二點解另一個世界嘅阿媽會走去呢個世界？我真係諗起想笑啊！所以應該都冇乜料到嘅，算係都係。我記得舊年8月20號嘅，頂你個肺！點解記得咗咁？睇城仔雄咪同城府俾人打死咗，要報網一齊嚟楊竹聯，一出嚟冇嘢辦，都冇一個人都冇嘢。啊！我記得2019年咧，夜晚咁我爸我媽出咗街啦，屋企多一個，咁另外一個屋企人咪去日本嘅。第三日，兩個半日咧，咁我夜晚去買飯，咁我就太早啦，不如先去天水公園玩飲睇先啦。我係由呢個臭河嗰度行過去嘅，咁當我行到聖堂。旁邊咧，見到一個穿著紅色衫嘅男人，就好大聲咁屌鳩啲警察，認食屎啦警察！我影得相，咁我都係7點半出門口嘅時候，咁太早啦，不如就索性玩下人睇啦，玩到耐。好企自己個食飯，一支公人都慣咗嘅啦。試過啦，年頭嗰陣時，1月幾啊？為墮乜嘅衰？我屋企人翻曬工，屋企多一個，不過真係冇乜料到啦，屋企。我玩 BF 自己玩，基本上最邊個鋪咧？三個泰國佬喺我小隊，但係我俾大導遊明顯自己坐好深喎，俾個隊長佢哋做，跟住佢哋最尾完場都唔用啲分，7萬幾分都唔用。原本我哋嗰隊輸嘅，但係尾贏，唔知係咪因為我，應該唔係因為我，我淨係執下車嘅。
開頭個 call 咧，頂咗你個肺。開頭個 call 就係阿哥咧，因為六個 cheater 鬥四打兩，咁我死咗一次，應該係我自己死咗喺 E 區嗰度，忽然之間俾我準備攞曬緊嗰啲人嗰陣時，有個人就掟咗三個炸藥喺度，然之後掟個反彈彈，我個彈先炸飛起咗，成架車反咗。然之後我揸下車係勁，不過做步兵係比較弱啲，所以真係好弱，比較弱啊，唔好話好弱。唉，突然之間我呢個電話片段咧飛，真係好撚奇怪。